眼睛痒到不行。24日下午，甜心为泳装精品品牌现身台北，看看这胸前神明哦，真的是一级棒。目前42岁的她，有没有勇气舍弃完美身材，生个宝宝呢？目前没这个计划，对，就是还是明年母亲节想要享受一下，我就跟我妈妈说母亲节快乐。看来甜心还是想继续保持平坦的肚肚，其实想要跟她一样拥有完美身材，甜心只有一个秘诀：女生只要一开心就会有自信，那个自信就会越来越多，我觉得很好。是啊，自信就是美。说到泳装，甜心可要提醒大家，千万别毛手毛脚就出门啊！这个稍微就要注意一下，这个比较稍微尴尬一点。爱美的女孩们，千万要小心啦！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